这个买房子呢，我早成为买房子当时候的习惯呢，就是为了儿子读书。房子买成了之后呢，在附近选了一个基督教的学校，这个学校呢对我来说啊是一种人生的认可啊，也是我儿子人生的一种改变。其实呢，我们中国人到这里买房子，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孩子，为了孩子呢，无形中就是为了他读书。那既然是为了他读书呢，学校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啊，成为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这个帮助啊，让我儿子学到一个让我比较满意的学校啊，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来说呢，就是非常啊，现在来说目前来说是非常棒的，而且和儿子的同学哥哥也很棒啊，都比较喜欢啊那所学校啊。自然的，美国这个地方就会慢慢成为儿子长大和成长的地方了。啊，谢谢。